好，继续刚刚的。现在细粒又回到山上，想去寻找蜜花。报警啊！警察都在耍废啊！要去调查蜜花房间。床底下是一楼仓库。誰？陈海朱里。死亡。嗯，为什么你房间也要放这个啊？不是这样，仓库。
小钥匙。出校生红。生红是生雨的妈妈。电梯放撤销，这又是谁？毅力。跑起来！阿白在村河啊？村河原本在找那个。Kimino， 生鱼。第六感敏锐，受到三的召唤。放生莲。一堆人都往山上去了，自己玩电动，然后讲话其实还是有点不习惯，莫名其妙一直讲一些现在的想法。我玩电动真的是完全不讲话，真的很佩服有些人可以边玩然后边把所有正在想的事情全部讲出来。算是一个当实况主的必备的那种基本魅力、啊。
所以他没有要跳动画让我去。欸，他要让我接。哦，有跳动画。看一下有什么服装哈，像170,000点，歌德萝莉造型，庞克造型，鸟笼戒指，戒指戴在哪？黑白的，好贵啊！泳衣，我的泳衣，这样叫泳衣吗？凡客造型。哇，酷！庞克造型好了，开始啊！形态神社，我要进去那里面。Cool。化为水的男人，超爽。马上又来一只，
闪避。疯狂连拍啊！哇！哎！来吧！血怎么那么多啊？没了。我等一下要被弄死了，这是春河。东阳身边的机会。哎、欸，干太难抢了吧！东西，放太慢，哎、欸，又回来了。夕阳村就是山林的，喂，嘿，怎么慢，怎么慢？哦，这两只很凶哎。
谁？啊！你谁呀？跳下来的那一只，这是被推下来的女人，是不是？后面，没办法锁定他，哦，够恶心。那血好多哦。好险我闪过，真正有影。Go. 你，没底片啊，又给我一点让我剪啊，我要升级一下摄影机啦，射程距离装填输出，先升级一下输出，吸收装填，哇，没钱了。哇，攻击力感觉很差，一直浪费底片。这群女高中生，真正有影。你这样飘过去，
捡个东西啊，这么刺激。另外一款那个，另外一个系列啊，《沉默之秋》，我也是超级喜欢玩，但它也好久都没有出新的。Konami 拿着版权不做事。捡一下这些底片吧，虽然等一下应该又会，这什么东西？包人头哦，干啊！我刚拿没有，老师。这是什么？これが首吊りの木かな。多分首吊りの木です。ここで。啊！OK， 居然被杀了。二月丛林哦、喔，真的，里面包人头。这个该不会就是当初杀死女巫、说女巫的那个人？这个鞋好厚、哦，我用强一点。来吧，来吧，这个脸上都是符文呢。哎，你剩最后一集了，已经没血了，大哥。IQ 直接冲过来，吃个补药。巫女们，就往这边走，没错。但我刚好有个东西还没捡。这边是什么？
感觉之后会从这边出来。诶，这个东西刚刚有看到吗？底片。诶，是这样。动什么动？奇怪。对啊，就是他在杀乌鸦。没事去乱杀别人干嘛？搞不懂。夕阳，哎，神社到了，先让我捡个东西吧。哎，是不是有？啊？什么东西？刚刚发生什么事啊？什么意思？感觉我应该看到什么，可是什么都没看到。在哪里啊？迷路了。对，他现在这个出来都很后面。让你觉得不会被抓，其实你想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神社到底在哪啊？这里吧，哎，对，
恶心的人偶们，是不是长大了？没必要吧？有没有必要？这个已经长得不像玩偶了呢。挺像样嘞。干嘛？干什么东西？人偶，这里真的是他妈的很恶心啊，有够恶心，操他妈的逼！强化镜头，欸，所以我，哦，春和，回忆之歌。啊。窥视，连接地下。哦，来了，又有一个新的要出来了吧？死ねないの？うん。私は下に
死にたいのはわかるけど。じゃあそれまで遊びましょう。これはあなた、あなたの人形見、人形見、私を探して。捉迷藏了。什么？这是哪里啊？树上。哎，要冷我们了。真的是很烦。形态神社。返还雨水。那里面还蛮大的，是什么？等下被抓下去。诶，诶。45分钟。大型人偶。
所以人偶拍一下就死了。哎，看又没抢到。来吧，活过来吧。哎，你不错。六一式底片。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它一直显示那个？小只的恶心就算了，还要做那么大只，怎样？我看一下我的照片。这个也太难找了吧？还是就是他？哦，草丛。你们又来了，跑来跑去的。
おい。欢喜吧！我走下去是对的吗？谁？哦，好险，好险！加入闪避的要素还不错。疯狂连拍。这样都忍我干嘛？一张，哦，谁？耶！没事，给我从下面伸上来的。漂浮小物，哎，哎哎哎哎。
もし火が。要是飘了下来。死了。哎呦！但有时候这个攻击不让你那个就抓拍，觉得浪费时间。看一下，58分哦，先录到这里。下次再见。